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糖糖。今天我是业余糖木匠，这里呢是我家的厨房。然后我家厨房里呢这一块台面一直都有一点困扰我。你别看它现在这么空旷，如此整洁，对吧？但是真正在做饭的时候呢，它就像个战场一样。就是这里主要是我的切菜和备菜的区域，不仅要在这里放上一块大菜板，就是这一块。而且呢还要放各种备菜碗、备菜盘、调料什么的，就总是感觉这个台面不够用。于是呢我就在想，因为这里是有一定的高度嘛，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呢，就是给它做一个小架子，把那些比较小的备菜盘、调料什么的就可以放在上层，那不是就会宽敞一些了吗？行，说干就干，我们去木工房吧。好，先来说一下这个项目的原材料。这次呢我是打算用这些木材来完成我这个架子。这些木材呢是我在平时我买木材那家店买的边角料，就是它是5块钱1千克。我上一次做手机支架用的那个木材也是在那个店买的边角料。这些呢它全部都是 Warner 的，而且它应该是从它的同一个 project 上面拆下来的，就是它的厚度都是一样的，然后我感觉宽度也差不多，那肯定是边边上的，因为你看它就是不平整那些地方它都用 epoxy 补过了。这一块你能看得特别的明显，对吧？看到没有？行，反正我就大概合计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些木材呢应该够我做这个架子了。我们开始吧。首先呢我把这些木材都摆出来，计算一下尺寸，选择一下比较漂亮的面，然后排列一下花纹，把它们用作表面，然后呢在 table saw 和 miter saw 上面处理一下不平整的边缘部分。那我这次决定用 dowel joint 给它连起来，我就选最小的这个 size。 我本来的计划是先这样子用那个 dowel joint 把它粘起来，然后再这样一条两条三条的拼上，但是我的这个模具要在这边打洞，它就只能打一个，我觉得还是不太牢靠的。所以现在我就改变计划了，我就决定先把这三块粘一起，然后这三块粘一起，粘好了之后它这个面就会宽一点嘛，用这个的话就会多打几个孔，这样子更牢靠。这个方向上呢我就可以不用 dowel joint， 直接用胶水就可以了。我们先做一个标记，因为现在我摆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，就写上123123 lef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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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ight right right。我应该去买一个白色的记号笔，这个写出来有点看不清。现在呢就是用胶水把木材粘起来，我用的胶水是 Taibon 3超防水胶水，一般做菜板都是用这种胶水。因为我这个木材是三块粘在一起，所以我在中间放了一块别的木材，免得一不小心把胶水涂错了地方。这种时候涂胶水呢一定不能吝啬，稍微多涂一点，拿刷子抹均匀了，要让这个木板夹上夹子之后胶水能溢出来一点，才表示你的胶水涂够了。刚才那六块木材是做这个架子的表面的木材，现在的这三块是侧面的板子。好，现在过了一晚上拆了。现在都已经粘牢了，这些稍微缺的有点厉害的地方呢，我已经拿那个 5 minute epoxy 来稍微补了一下。现在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是太不整齐了，我决定把它切一下再送进 planer。 因为我是没有 jointer 的，所以我在这儿呢用了热熔胶把木板粘在一个平整的面上，然后再送入 planer， 这样子就可以保证我得到一个完美的平面。那再以这个平面为基础来 plane 另外一面呢，那就两面都会很完美啦。好，现在呢这两块就是我的面板了，我就要把它们这样子拼起来。那现在呢我就更方便打这个 dowel joint 那个孔了，拿出我的 jig， 然后搬了一块这个东西，太高了，赶紧我又在地上打吧。我看回放的时候才发现我这里竟然用错了胶水，没有用刚才的 Taibon 3防水胶水，而是用了普通胶水，它
还好这个小木板应该也不会经常洗，所以问题不大啦。这个是边上的两块支撑，我现在要把这个切成两块，来找一下中线。好，现在就是这几块木板的打磨时间啦。由于这个木材拼接之后呢，两边都有点不平，没有办法直接在 table saw 上面进行处理，我又没有 jointer， 所以我都是这样处理的，就是找一块非常直的木材，钢材也可以，把它和要处理的边缘夹在一起，然后用 router 的 flush trim bit 过一遍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以这一边为 reference， 在 table saw 上进行另一边的处理，然后把表面、侧面的三块木板都切到最终尺寸就可以啦。这次的拼接呢，我打算用 rabbit， 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，但是呢，就是像这样子在面板上切一个槽在最边上，然后你就把下面的腿儿的这一边就像这样子给它上胶水。我刚才已经在 table saw 上调好了锯片，然后做了一个实验，就这个宽度就可以。其实切这个 rabbit 最容易呢，就是用 router table， 但是我的 router table 还放在那里，我还没有开始使用它，所以今天我还是用 table saw 吧。因为我这个锯片是平头的嘛，所以其实你看锯的还是比较整齐的。好，现在就来涂胶水把它粘一起吧。我最近呢新买了一套直角夹，就是长这个样子的，就是这个我买了四个，这个是一套的。因为这个小架子嘛，要放在厨房用，经常可能会沾到一点水啊，或者需要清洁，所以我决定把它和菜板一样做一下喷水处理，就是让它的纹路凸显出来，然后你再把它用砂纸砂一下，这样子如果你碰了水，你擦干之后它就不会有毛躁的感觉。终于到了给这个小架子赋予生命的时刻啦 ！Mineral oil， 这瓶其实我早用完了，我买了超级大一桶，然后呢，我就把它装在这个小瓶子里面，用起来方便一点。哇塞，我隔了一晚上来看，这个颜色也太美了吧，我的天，怎么能美成这样，怎么能美成这样。我做完啦，看到我的小架子吗？来近距离欣赏一下，我觉得真的很漂亮哎，有没有，而且严丝合缝，对吧。这个地方透明的呢，就是它本来那个 epoxy 嘛，然后两边都有一点点，我觉得也挺特别的啊。现在我们就来把它放在这里试试吧，因为你看我这个地方呢，它正好有一个开关一个电源，所以我就把它的宽度做到了和这个差不多的宽度，就正好可以放在这两个开关电源的中间，这样子就什么都不挡住。然后我家会放一些什么呢，这个小篮子里面就有装姜和蒜啊，现在只有蒜没有姜，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我装蒜的小东西，还有什么，因为现在刚刚收拾完厨房，所以我都没有东西可以装，然后这个呢是来装那种厨余垃圾的，有的时候现在你看就可以把它摆在上面这一格，是不是很方便。这个架子呢我没有把它做得特别的宽，因为我觉得做宽了它伸得太出来的话，你就会挡住下面的使用，就是让它尽量就是看起来不是很占地方，但是有具备一定的实用性啊。这边的这种小调料碗放葱姜蒜，你就可以稳稳当当的摆在这里，还有这些也是我用来装调料的，你看看可以摆多少，摆啪啪，是不是很实用啊。因为我呢是用了边角木料来做了这个小架子，所以说它有木材的拼接，然后两个方向上都拼接，长度和宽度都拼接了。如果你是新买的木料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把它裁成三块，然后边上把它粘起来再上油就好了，非常的简单。行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，我们下期见啦！我是糖糖，今天我是业余糖木匠，拜拜。